现在请起票轨并整理票。王宏伟赞成。吴立华反对。吴立华反对。江启臣赞成。江启臣赞成。何新淳反对。何新淳反对。暂停，暂停。没问题，监察员请说。我们那个我们在没关系，没有题，没关系，我们在念的时候完整念一下就好，从头到尾完整念，不要站着吧，你把整个念一次多一点事。每一个字都念出来就不会有任何问题。好，请继续。每一字都念了，好不好？不配议，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。不配议，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。那这样好不好？这个选票不会在变动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把它。现在还没有动嘛，还没有那个动作，对不对？那计票计了没有？现在计票计到这里，现在已经计票计过了，所以在这个点上要把它切下来。我们先计到第几票？到十二。计几票？十二票了。我们从十三票开始，为了解决有些委员心中的疑虑，我们每一个文字都念，这样就绝对不会有出问题。现在这个票已经在这上面，没有问题。王委员完全没有问题，我们现在每一个字都念，好不好？好，请继续。不是我怕会。从一开始，从一开始就得要重新来。那没关系，你那个十二张，让我讲好不好？现在记到第十二票，绝对不要再往下记。你把前面的票点一点，是不是十二张票？好，点完之后，从头到尾每一个字都念一下，解决大家心中的疑虑。你一定要先清点，是不是十二张？一定要麻烦监察委员陈委员，你清点一下。十二张没错。好，十二张没错。我们现在每一个前面的十二张，我们每一张票每一个字都把它念出来。好，我们现在请继续。票上面有开始要几号？就重新念。好，一号。丁学忠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及反对复议案。丁学忠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及反对复议案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刘许廷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及反对复议案。刘许廷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及反对复议案。王世坚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。
王世坚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。王振旭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。王振旭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。王玉敏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及反对复议案。王玉敏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及反对复议案。王定宇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。王定宇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。王美惠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。王美惠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。王宏维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及反对复议案。王宏维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及反对复议案。吴丽华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。吴丽华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。江启臣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及反对复议案。江启臣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及反对复议案。何新淳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。何新淳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。吴佩益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。吴佩益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。好，报告院会，十二张票，我们重复再一次的每一个字都念出来。从现在开始，第十三张票，我们开始继续。第十三张票，我们开始继续登记，请大家仔细看，也请三位监察员仔细来监察。好，继续。